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四卷，现在就是开始讲明圆通门。就是以后的文字就是讲这个二十五圆通。那么还没有到圆通之前，是事先说明要怎么样子来修习圆通。所谓圆通啊，也叫做解脱。华严经开头的所有这个菩萨善知识各得一种解脱门，那也就是圆通。最后的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所参的善知识，各个说他得到一种解脱门，那也是属于圆通，那么这个圆通叫做解脱，也叫做三脉。普通一般经论往往是叫做三脉，三脉就义叫做三脉，心义叫做三摩提。三摩地，本经开头就说有三摩提名大无顶首楞严王，十方一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那个三摩提也就是指的这个圆通。到了第六卷，观世音菩萨自己叙述他从儿门从文殊修入三摩地，他把所有的话说完之后，最后对佛说：我从儿门圆照三昧，圆心自在，因入流香，得三摩地，成就菩提。这里的儿门圆照三昧就是耳根圆通，所以叫做得三摩地，就是得到三昧，圆通就是三昧。按照后边第六卷文殊菩萨选圆通的文字啊，圆通下面有个常，圆通常是三种意义，但是平常简单都称圆通，把常啊含在圆通里面的。怎么叫做解脱呢？修持的功夫到了根深气界，没有障碍，色法心法自由自在，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啊，就叫做圆通了，就是解脱了啊。那么能够平等认识一切功德，像观世音菩萨所得到的两种殊胜三十二应，这也就是三昧。那么因此这个圆通两个字啊，圆就是三昧，通就是解脱啊，所以这个圆通里面就包含三脉与解脱啊。明圆通门的科分两段，第一是正教当机双神信修，第二追为末世重宣戒咒，这在选圆通以后之后啊。正教当机双神信修，当机就是阿难，这个开头的话主要是教阿难要审定信与修这两个字。什么叫做双神信修呢？审不生灭心做他的修因的因地由此以不生不灭为因地心的来去修，那么这就所谓全修在性，所修的不离真如自性，就是不生灭心。先审定，要自己深深了解自己的自性清净心，就是真如自性第二，要审定圆通常的根看是属于哪一根十八界里面哪一门属于这个当机所修的这个重要的法门，
是选定这个修门啊，所以阿难的问法里面说请入法屋啊，那么求门来入这个法屋，这个门就是他所最重要的期望入于圆通门的这个门，这个就是所谓称性起修啊，能体悟圆这个圆通常之性啊，深悟实相之后，然后能够起修啊，所以叫做称性起修啊。那么这两种审定不生灭心为修因，能够全修在性；审定圆通常的根性为入道要门，这是称性起修。这两种同时要审定，最最重要的就是阿难的这个时候，因为他对这个本有的真如自性、自信清净心，经过前面三卷半的经文了、啊，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已经了解了。现在就是求入门，讲修，怎么样子入门去修啊？修法当中，如果说是持戒，阿难持戒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四不坏性，对戒深深具备信心，没有问题，所以持戒他早已能知了。那么至于诵咒、持咒，持咒在他来说无关紧要，在阿难对持咒他无关紧要，他现在重要的就是求怎么样子入门，怎么样子来趋向于这个二十五圆通的哪一门呢，是属于他该修的法门，现在主要要选定这个问题。所以科判叫做正教当局双神信修。那么两段，第一是阿难悟情，阿难听到上文开悟之后，再请求啊要入法屋的门路。阿难集诸大众闻佛四回，疑惑消除，心悟实相。这个时候他彻底消除一切的疑问，没有迷惑啊，那么心内心彻底能够了解诸法实相之理，就是完全能够以不生灭为他的修因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开悟之后，身意清安，身心，意就是心，身心都在轻快安乐啊，非常的啊欢喜，都未曾有，他不曾得到这么好的境界啊，因此他感恩，对佛升起一种感恩之心啊，重复悲泪啊，向佛顶礼，一方面感谢，感谢的心情欢喜的眼泪流出来，这个流泪跟前面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前面是伤心的流泪，这里是高兴的流泪，欢喜之泪啊，他高兴的流出眼泪来，因为这种境界今天才知道，所以他高兴的重复在啊、悲伤自己太慢了，吃到今天才知道，应当早就该得到啊，所以悲伤，同时流出欢喜之泪，然后啊向佛顶礼，顶礼佛祖啊，五体投地拜到这个佛的足下，长跪，跪在佛前合掌，而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啊，无上大悲清净宝王，这八个字赞佛，佛至高无上啊，他的悲心是无缘大悲啊，那么用种种的权巧方便引导他入门啊，那么所以他赞叹佛为大悲啊，究竟清净正道，究竟清净果德的宝王，宝王就是赞佛，佛为三宝最尊敬的境界，称为宝王。所以有些地方啊，称佛为法王，佛为法王，一法自在，是《法华经》的话。这里称宝王，宝是尊贵，佛至尊至贵，胜过一些宝，所以称为宝王。得大自在，所以称王。上次讲到这里，啊，接下去呀、啊。他对于佛的开导，他深深感恩呢、啊，善开我心，善说佛的权巧方便，前面三卷半的经文，
佛用尽种种的权巧方便来指导阿难，因他去向于这个求证不生灭的这个本有的自信啊，得到真正的了解，是能够开导阿难，使他的心啊得到真正体悟到实相之理，所以叫做善开我心，我就是阿难自称。乃于如是种种因缘呢，方便提讲，因诸臣民出于苦海，这是叙述他善开我心的这个内容啊。佛怎么样善开我心呢？他能够用种种的权巧方便，如是指法之词，指前面三卷半经文这些权巧方便的这个方法啊，用种种清音助缘，种种权巧啊，用方便来提示奖励阿难去向于这个求证本有的自心啊。那么现在他已经彻底明白众生本有的自性啊，因诸臣民出于苦海，沉沦了，明是暗，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沉沦苦海明暗的无明长夜中不得解脱，佛以玄巧方便啊引导他啊，诸指一切众生啊，这些众生的沉沦苦海，在无明长夜中，佛都会用种种权巧方便来引导他，使他出离苦海。意思就是说，佛不但是开导阿难一个人，所有三界六道众生，佛都是一样的啊，以种种权巧方便来引导众生呢，去向于无上菩提啊。由此超出无明长夜。啊，超出三界轮转，所以能够因诸臣民出于苦海。接下去呀，阿难叙述他听法之后的情况啊。师尊，我今虽成如是法音，知如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还欲如来十方国土清净宝严妙觉王刹。这里阿难他觉得他前面听过的法对佛非常的亲近，所以称一声世尊说，世尊啊，我阿难现在前面三卷半的经文虽然是承蒙佛用前面如是法音来开导我，虽不尽至此，意思是说前面的开导使我得到体悟真心啊，这是我得到的实在的利益啊。怎么说呢？因为我已经知道如来藏妙觉明心是周遍十方法界的，如来藏啊，众生本有如来，就是自信清净心，但是藏在烦恼无明妄想之中，显现不出功用来，所以叫做如来藏。前面三卷半就是显如来藏，这个道理他已经体悟到微妙的觉性，本有的真心啊，自有光明的啊。那么他能够遍十方界，真如自性遍于十方法界，无处不变啊，所以真心理心啊，它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所以叫做遍十方间啊。它能够涵养所有的啊佛的功德都包含在里面啊。如果懂得修行的话啊，就是能够培育本有的自信啊，让它显现出来，烦恼消除了，就显现自信啊。这个经过修持的培养啊，育是培育啊，也就是修持的功夫，能够把本有的如来藏的藏性啊，藏性里面本来具足十方国土诸佛的清净庄严的福果统统具备在里面。
清净宝严妙觉王刹，这是指佛的常寂光净土，它是至极清净的、最宝贵的、最庄严的、妙而不可思议的，本来觉体里面就具足的，这是法王本具的宝刹，就是佛的常寂光净土的这个庄严，那么这个道理我已经完全领会了，明白了。虽然是明白了，可是我还没有入门了，只是了知而已。所以有个虽字，表示他只了知而已，还不能够入门。如来负责多闻无功，不待休息。佛又在责备阿难说，你一向啊贪图多闻，贪图多闻没有修持的功夫，无功，说他只多闻而不修，应当要闻思修三会同时具备。现在他只闻而已，没有修，不但没有修，连思也很少，所以因此之故多闻而无功，不待就是不及用心修习。前面佛说阿难，你虽然是累身历劫闻佛的种种的教理，不如一日修无漏业，不如用一天的功夫啊来修出世间的无漏的法业。就是说说的一寸一尺一尺，不如修行一寸不如走动一寸。你只是闻而不修，这样子得不到真实的利益。所以佛责备他，你只求多闻而不修习，不修习得不到真实受用。现在我懂得这个道理了，现在第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要怎么样子修行，求这个修门，怎么样子从修方面下功夫。那么因此接下去他就说，我今犹如利波之人，奋蒙天王赐以法物，虽获大贼，要应门入。平常有一句成语呀，说请入华屋，就是根据这段话，阿难请入华屋，华豪华，很豪华很尊贵的这个房屋他虽然是得到这个华屋啊，找不到门，四方八面情况相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门在哪里不知道。那么这个法屋就是比方他前面三卷半经文听来的所了解的诸法事相之理，这个理我虽然是已经懂了，好像佛给我一个大贼奉蒙天王赐以法物，天王那么阿难他自己比方自己像这个律波之人，我今犹如律波之人，我阿难自身，律好像陆地过暑啊，叫做律旅社旅馆呢、陆地的这个旅馆旅社，现在的大饭店那么我好像在陆地里这个旅社里过宿的人，破水中过夜，在船里过夜，船水中过夜叫做破我又好像在这个大海中在船里过夜的人现在啊他这个比方是说，他虽然是在三界里面已经能够体悟到三界只是暂时借住的迟早要超出三界，但是要超出三界要入于佛的这个无上菩提的觉道涅槃城，要入这个法屋，现在我是求入法屋的这个门路那么现在屡波多生多劫轮回流转到现在
听到前面三讲半的经文之后，好像天王示意法务。天王示意法务，天王这个名称呢、啊、如果是在中国历史上，周朝的王，周王啊，称为天王啊。春秋，孔子做的《春秋》《左传》啊，称周王为天王。他为什么称周王为天王呢？鉴别其他有一些像楚国等自己啊战称为啊这称王的啊，那些他们称王是没有人尊重他为王。而当时啊，在周朝的时间800载啊，周朝的时间只有称王，周王称王，其他的小国呀都叫做伍阙啊、公侯伯子男啊，他们顶多啊是公，不能称王啊。由战称为王的那是自封的，不可以的。因此啊，孔子做春秋，在春秋里面称这个周王啊称作天王，鉴别其他自称为王的那个不合法的王，所以称周王为天王。那么这里的天王啊，借天王之称来表示佛为法王，这个天王就指这个佛的法王。那么天王有法务可以送给人，现在佛开导阿难，使他入于诸法理性之门，了解本有真心，但是要怎么样子修正才能入去，才能证入啊？这就好像天王是以法屋一样，法是豪华，豪华的房屋啊，最宝贵的房屋。天王可以赐给有功的臣子给他法屋。现在佛前面三讲半的说法，开导阿难，使他体悟真心，这个情况就像天王赐以法屋一样，好像佛送一个豪华的房屋啊给阿难。虽获大贼啊，要因门肉。大贼就是法屋，法屋是很大的屋子啊。这个房屋这么大，很特殊的，前后左右看去，从外边看来情况相同，前后左右都是一样的样子，那么哪一个地方有门看不出来，不得而知啊。各位也许没有摸不到门的经验，我有经验啊。我在这个民国36年啊，那一年20岁，有次到台北，我个朋友啊，也就是山上的护法吧，他住在台北。那么我跟我的师兄法蒂斯两个人，那么事先跟他约好啊，那天晚上到台北要住这个护法的家里，那么这个护法他没有给我住址，他只说你到台北只找台湾银行，台湾银行。他说他的房屋啊就在台湾银行的这个附近，就是那个方位。那么我们两个人呢，那个时候交通很不方便，火车差不多1-2点钟才有一班。到了台北啊，快要天黑了，下车之后知道这个台湾银行的这个路线，我是不晓得，我的师兄知道，大家都到这个台湾银行那个地方。可是就在台湾银行周围的那个房屋啊，绕了3圈，找不到门，找不到这个护法的门。看起来那个时候大家都门关起来了，很奇怪的，他们那一带都是不，那个时候不是做生意的啊，那么看起来门都是关起来，关起来，但是哪一家是这个护法的门呢？他姓张，可是我找不到，又没有看到他的门牌。就这样子绕3圈，慢慢看一直看3遍，分不出门在哪里，不知道
有门不晓得哪一个是他的门，不敢敲门，敲错了怎么办啊？不敢敲，又认不得，绕了三圈已经天黑了。他那个前面的正门跟后边的门都是马路，哎，第三圈绕到后边正好他的后门，到了他的后门那个地方啊，一直在看在哪里呀，两个人正在看，天已经黑看不到清楚了，那个时候也没有路灯呢。正好那个护法他的家人呢开后门，后门打开来，不晓得他有什么事，后门打开来正好看到我两个，他觉得很奇怪，哎，你为什么不从前门进来而跑到后门来呢？实际上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后门，假如他不开门的话，恐怕那一天晚上要露宿了，就在街上过夜了，因为找不到门不敢敲啊，又认不得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啊，纵然他家里有电话我们也不知道啊，那真是土包子了，差一点点呢、啊、在街上过夜啊，我就有这个找不到门路的经验。不过我找的不是像窝难的法务之门呢，是找的朋友之门，朋友之门尚且找不到，要找法务之门那就更难了，难怪窝难了找不到门啊，所以窝难他找不到门啊，虽获大贼呀、啊、要因门入，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懂得如来藏妙真如性之理，可是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证入啊，要怎么样子修行才能证入啊，所以要因门入需要有一个门来进去，假如不知道门我要从哪里进去啊，绕三圈绕五圈都找不到门，那怎么办啊？所以现在就是请入法屋啊，他向佛要求，向请求佛慈悲找个门给他入，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需要修，可是我要从哪里修进去，走哪一条路，二十五圆通我该走哪一门啊，他自己没有办法决定，也摸不到门路，所以要请求佛呀啊，给他一个入法务之门，就是修行的门，找个修行之门。看看这个科判呢、啊、太虚大师的科判跟前面所有的注解的科判就不一样，其他的注疏都到讲二十五圆通之开头才认为是在说圆通，而太虚大师从这个地方就说这里就是明圆通门的开始了。为什么说从这个地方就说明是明圆通门的开始呢？因为阿难请入法务，阿难入法务他的用意就是要入圆通门，意思就是请求佛呀开导他在这个二十五圆通里面十八界七大这些法门，我要从哪一条哪一个门进去，我该走哪一条，该走哪一条路他自己没有办法了解，该走哪一条路他不知道。一方面阿难都觉他只是多闻，对修门呢没有下过功夫，真正是摸不到门路，因此之故啊要请求佛来给他一个开门的这个方法。唯愿如来不舍大悲，是我再会诸蒙暗者，卷舌小圣，必获如来无疑涅槃本发心路。这是请求的话，我单单期望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你不要舍掉你的大悲心，前面的大悲已经到了99%使我成就，至少这么一门，至少这个临门一脚，临门一脚啊，就是少这最后怎么样子开门进去，就请求佛啊不要舍掉大悲心，继续你的大悲啊，把这个大悲心发挥成为100%啊，让我该从哪一门进去呀、啊，把这个门路开始我
所以是我在会诸蒙难者，阿难他都有菩提心，都是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他不但求他自己要入门，也求所有一切人跟他同样的人开示我阿难跟在会的诸蒙难者，在会就是指这个法会当中跟他相同的摸不到门路进去的这些人诸就是很多，在会这类人我相信不少。蒙第一，众生还在蒙暗之中不了解路线；第二，启蒙佛开启他这个开蒙之启蒙之路该怎么走，他们都在无明长夜之中，所以叫做暗还没有断烦恼了生死的众生跟我相同的，他都在蒙暗之中，期望佛能开导他，大家相同啊，都能去向于这个豪华之物的门路。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在当时小圣根性的人呢都是得少为足希望他们这些小根人能够去掉小圣的这个固步自封的那一种的观念要卷舌小圣，卷除去小圣的这种的观念，舍掉这个单求治疗的这种心，所以卷舌小圣，逼获如来无余涅槃本发心路，必定，必是一定的意思，必定要获得像佛国的究竟涅槃佛国的究竟涅槃的这个门路能够去尽，无疑涅槃涅槃是不生不灭，就是指所证之理，但是平常讲无疑涅槃都是指的声闻人证道的无疑涅槃，如果是声闻法来说的无疑涅槃他已经证到阿罗汉国，证到无生之理，但是他的身体还在，这个叫做果子服已断果服犹存，就是心里的烦恼种子已经断掉，可是这一生结果的身体的残服还存在，身体还存在，可是涅槃之理已经证到了，那个叫做优疑涅槃入涅槃了，灰身明知了，入灭了那就叫做证到无疑涅槃，这是声闻法就是连果服也除掉了这个入灭以后就叫做无疑涅槃，这是声闻法。这里所讲的无疑涅槃是指的究竟佛国的无疑涅槃这个无疑涅槃就是平常说的无住处大波涅槃，无住处大波涅槃就是佛国的究竟涅槃，这个涅槃才是究竟的所以现在这里讲的无疑涅槃是指的佛国的究竟涅槃，就是般若心经里面的究竟涅槃。我希望能够证到这个无疑涅槃的究竟的这个果的我本来最初发心就是求证这个无疑涅槃，求证佛国的究竟涅槃，我这条路线呢希望佛能够指导我要怎么样子走这条路，怎么样子去证于这个所谓法务之门令游学者从何设佛除去半缘得陀罗尼入佛直见，这是阿难的问法到这里为止。有学就是正在修学的人在声闻四国呀要到阿罗汉国叫做无学，阿罗汉国以前三国二国出国都叫做有学，这个时候阿难刚刚是出国，跟他相同的都是有学正有需要学的地方，他要断烦恼了生死，所以有学，使令这些有学的众生跟他相同的从何设伏除系般缘，除系就是往系，除系就是往系除本来是填除了填某，现在这里指往系除系
怎么样子能够收摄自己的妄想心，降服自己的妄想心，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云何降服其心啊？怎么样子能够降服这个妄想心？过去一向妄想班缘很多，班缘呢就是第六意识打妄想，第六意识尽在打妄想，就是班缘。过去一向都在第六意识的妄想心中在哪里打滚，要怎么样子降服它啊？把这些班缘的妄想心把它去掉，能够得到陀罗尼。陀罗尼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啊。能够得陀罗尼，就能入于佛的知见，入佛之见啊。得到入佛的知见，就是去向于无上菩提的门路啊，才是算是真正去向到这个门路的地方。入佛之见，简单说正初住，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就能够破无明正法身，才算是真正入佛之见啊。这个话说完之后，都是予以五体投地，再会一心度佛持之。阿难请求的话说完之后，叫做作是予以是予，就是指前面阿难请佛的，要求佛指导他入法无之门的那个话说完之后，已完毕啊。这个话说完之后，因为是请法呀，要求佛开导他，所以要表示恭敬啊。话说完之后，向佛五体投地拜下去啊，五体就是额头、两个手腕、两个脚膝盖啊，这五体完全投在地面上，就是完全拜下去啊，最恭敬的礼拜啊。那么拜好问讯之后然后才回到自己本位啊，静静的听佛说法，再会一心啊，全体的法会听众啊，专一起心，等待佛的开示啊，度佛持之，度等待的意思啊。本来这个度是站在哪里看等住啊，现在这里的度就指大家等住，等待佛的慈悲心啊，他的慈悲的意志开始的话，希望能够接下去听佛的说法，能够得到真实的了解啊。那么这是阿难这个悟情啊，他开悟之后再请求入法无之门所说的话说完了，接下去是佛的答复啊。庚子下第二，世尊许说，世尊就是说法主释迦牟尼佛，允许啊阿难的请求，要为他说明他所请求的话，为他解释，这叫做世尊许说。这里有两段，第一普为开示，第二政令审责。第一的普为开示不到两行文字，经文说：儿时世尊哀民会中圆觉声闻，以菩提心位置在者，即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发菩提心，开无上圣妙修行路。这是普为开示啊。普为阿难的请求也是普为，不但为他自己，也为一切众生啊，尤其末法众生。所以为众生请求，佛也为一切开示，所以不但是为阿难，同时为一切，所以叫做普为啊。普为一切众生而开导指示啊，入华屋之门。而时就是阿难的话说完了，礼拜回座之时，世尊叫住释迦牟尼佛啊，哀民会中圆觉声闻，以菩提心位置在者，
这是佛的悲心啊，爱护这些弟子们，希望他能够得到真正修行的门路。哀就是悯伤这些众生啊，都还在三界六道没有到究竟解脱啊，怜悯他啊，法会之中所有的声闻缘觉良类的这个根性之人，缘觉由闻佛所说的十二因缘，了解流转门是生死，还灭门是断烦恼，能够出苦海，是这就是正比支佛国，叫做缘觉。由佛事时闻十二因缘的流转还灭二门，依此修行而正果的，叫做缘觉。声闻是闻佛四谛法声，由此啊知苦断集目灭修道正阿罗汉果的，这个叫做声闻啊。现在这里是通指缘觉，它不立分果，从初发性学习啊，修繁灭门，断无明，那么一直到已经证比支佛国的缘觉人。声闻就包含正在用功修行的啊，这个七方便威、三智量、四加行，乃至初国、二国、三国、四国阿罗汉正在发心要回小向大，也包含在里面啊。声闻缘觉这两类根性的众生，他有心要学大乘佛法，发菩提心啊，他们对于无上菩提的这个门路，他有心要修进啊，可是他心里还不得自在。怎么叫做未自在呢？第一，对无上菩提之路啊还不甚了解，不晓得该怎么走，那么走的方式不知道，走起来当然也就不自在啊。第二，他还没有发心，正想要发心的这一类众生也是在菩提心未自在啊。总之他对大乘菩萨道还没有真正的了解，不晓得该怎么走啊。就像阿难已经悟到自性啊，已经开悟了，可是路线还是没有到真正完全通达的时候，也还算是未自在啊。这是为当时法会的听众，这一段到未自在者是为当时楞严会上所有的听众啊。那么即为当来佛灭度后末法众生，这是为未来，当来包含佛入灭以后正法相法也在里面，乃至末法时代，即是病急，病急为了将来佛入灭以后，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应身佛他住世间的时间只有80岁啊，那么等到他80岁入涅槃以后啊，经过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有10000年啊。那么佛入灭以后1000年之中，跟正法时代跟佛在世时代相差不多啊，还是有解有行有证，还是有正果的人啊。佛在世时闻法正果的很多，佛入灭以后1000年内正法还存在，大家依法修行啊，还有不少能够正果的。那么1000年以后的第二个1000年，那叫做相法时代。到了相法时代，相是相似了，跟正法还有点相似，但是已经不如了。怎么呢？有解有行啊，正果的少，解行是有，真正能正果的已经不多了，比起正法时代已经少了，那是相法。那么这个2000年都已经过去了，2001年以后就是末法。现在释迦牟尼佛入灭到现在，如果以现在一般的说法认为
是2540几年了，啊，那么就是根据这个说法，正法相法2000年也已经过去了，啊，末法也已经在一万年的开头当中已经过了500几十年了，这是现代一般的说法，啊，因为现在公认的佛教纪年呢，是从佛入灭算起的，从佛入灭算起。那么如果是从佛入灭算起，那到现在入灭已经是2540年。如果中国古代的说法从佛降生算起，那现在已经是超过3000年啊，因为在当时印度的习惯跟我们这个中国汉民族的习惯不大一样啊，他们比较啊没有专门记载历史的人，所以事久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会搞不清楚，没有办法完全断定啊，那么因此不管他怎么说，现在总是在末法时代，因为正法千年相法千年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在末法时代，末法就是佛法越来越差了，越来越不如了啊，纵然有解呀，真正能行的人也很少，而且这个500年当中最后一个500年是个斗争兼顾啊，那么一般佛弟子往往在名闻利养里面打滚啊，那么为了名闻利养在哪里斗争，真正发心修学的人呢，啊，也可以说已经到达像凤毛麟角那一种情况了，少之又少，真正发心懂得佛法而能修学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到了末法时代这个时候能够真正闻到佛法还有信心，有坚定的信心不会被任何环境所转，知道佛法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慢慢去走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不能够贪快，佛法没有速成功啊，不可能马上成就，它不是熟识啊，不是熟识面一泡就可以啊，它你必定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修福修慧，到了福慧圆满才能成就，所以末法众生啊能够发菩提心啊，那就太不容易了，末法众生能够发起菩提心求成佛依法修学，这种人实在太难得啊，涅盘经里面说发心究竟二不别，如是二心脱心难啊，脱发菩提心的心跟究竟成佛的心所证的所发的没有两样，发心究竟而不别，究竟是指究竟成佛的初发心的心的这个菩提心，以究竟成佛的究竟菩提，他的这个心地是没有两样而无别可是呢如是二心啊初心难，这两种当中已经成就的这个可以不必论他，初发心的才是难，能够发菩提心很难，一般说发心往往都是露水道心啊，好像早上啊树叶子上面的一点露水，太阳一出一晒就没了，5分钟热度3分钟热度啊，那么一碰到逆缘不顺遂菩提心就失掉了，这种情况太普遍，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说愚子安罗花菩萨初发心，三世因中多及其结果少，愚子溪里面的鱼呀，愚子凸出来的鱼蛋很多很多，成功能够成为鱼的甚至将来能够长大的少之又少，鱼子很少
啊，安罗花，安摩罗国，印度的安摩罗国花开的很多，所结的果子很少。这个安摩罗长得什么样子，我们没有看过，不得而知。啊，在我们在地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水果啊，花开的很多，结果分量很少。别说别的了，在南部芒果很多吗？芒果，尤其那个土芒果，开花开的不晓得有多少，很多花。可是呢，真正结成芒果的，啊，恐怕100朵花里面也难得一个，啊，所以，那这是就像印度的安摩罗花一样吧，鱼子安罗花，这两种都是因种多，果结果少，啊。还有第三就是菩萨出发心，啊，发菩提心的，你不能说没有了，很多人发心，啊，可是呢，能够成就无上菩提的少了，成就无上菩提的就很少，啊，所以真正能够成就的少之又少，啊，这三样东西都是因很多，结果很少，啊。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啊单开花而不结果，希望已经开花了要有果实，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啊。所以我们既然能够学佛又能发心，这是很不容易的，不要发落水道心，要发永久心啊，恒常心不容易发，不容易中我们要发心，好好坚定志向，把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个道心能够坚持下去，不要让它中途啊断掉啊。所以到了末法众生能够发菩提心，这类人很难得，佛非常的希望有这类人出现时间，是开无上圣妙修行路，为这些人开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个修法圣，就是啊，一佛圣法，去向于无上菩提的这个一佛圣法，就是就近一佛圣啊，这个最妙的修行的门路啊，这个最微妙的修行的门路，就是后边所说的25圆通啊，开导修行的法门呢，要从这个地方进去。阿难请求不但为他自己，也普为一切众生。所以佛的开导也不是单为阿难，也普为一切众生，啊，这个科判呢，太虚大师的科判呢，很多地方发前人所未发，他这个科判普为开示，你在其他的古著里面看不到这个科判，显示看出这个佛的用心，阿难的请求跟佛的用心完全是相符的，很不容易啊。那么这是说明佛答应为阿难开示，也为一切众生说明这个道理，这接下去是正说明这个意义啊，正令审择，审定选择啊，要怎么样子来审定选择修行的门路啊，这里分两段，第一总是修圆通，需宣明二决定义，经文先说明这个两种决定的意义啊。第二，真是修圆通门，云何为二决定义？这是解释，解释，因为这个文字很重要。刚刚进入修门，要怎么样子下功夫修为啊？这里非常重要，所以他这个科判呢，太虚大师的科判，有些地方啊。一颗连带了好几页的经文，而这个地方甚至有一句为一颗的，显示这个地方重要啊。先从一开始修正圆通的法门呢，需要先明白两种的决定意义，先了解两种的决定意义，所以经文开头就说玄是阿难及诸大众，宣告指示当时的当机阿难尊者，并及在会的所有的听众。那么这个诸大众里面呢，
就包含未来众生，因为佛正在说法的时候，未来众生没有在那个地方，可是佛的用心啊，是敬畏来敬，为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大众里面就包含敬畏来敬众生。那么当然我们大家都包含在里面的，接下去的引号里面的文字就是佛的说法了。你的决定发菩提心，依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先标出这个二决定义的这个名称。你指阿难等于诸大众，所有的大众统统包含在里面，就是你阿难并及在会的一切大众乃至未来一切众生通通包含在里面。依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就是有心要发菩提心，修学依佛圣法，一直到究竟成佛。依佛，依就是在佛所亲证的究竟果觉，佛指释迦牟尼佛，应成佛；如来指所证的法性，真如自性。就是法身佛啊，那么他从无量界来修行的妙三摩提，这个三摩提就是圆通，就是三脉，就是解脱。你们想要学佛的求证无上菩提的这个最微妙的三脉三摩提，这个修法三脉三摩提都是定，翻成定正定正受啊。你要求证无上菩提的，就是经文所说的首楞严三脉，这是最微妙的，不可思议的，而你们发这个大道心，不会升起这个疲厌，倦怠之心，就是显示啊有决定心。再难，我也要做到圆满，下这个决定的志向。有这个决定性，无论它有多难多困难，我都要达成目的才会停止，不达目的绝不甘休，要有这种的决定性才叫做不生疲倦。为什么对于无上菩提会生疲倦呢？这个路很难走啊，很不容易走啊，从出发心的凡夫要努力进修，经过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经文里面还有四加行，然后才到实地等觉，然后才到成佛妙觉。这个路线太长了，最起码三大欧僧期间，这个动作太难了，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舍难舍。如果没有这个坚定心，中途会生疲倦，会退转。像舍利佛，他久远之前也是发菩提心的，那么他修到第六信心位，碰到一个大难题，结果他退失道心。原因是他到了第六信心位的时候，舍利佛修到第六信心位的菩萨，有一天他在路上走路，看到路边有一个青年呐，在那里哭得非常非常伤心那么因此他是菩萨啦，第六信心位的菩萨呀，看到这个青年这么痛苦这么伤心，必定是有问题的，想要帮助他，就跑到这个青年的前面，就问他说啊，你这位青年哭得这么伤心，什么原因啊？有什么困难啊？我如果能够帮得上忙的话，我愿意帮你的忙。这个青年抬起头来看一看，然后就说我哭的是因为我的母亲生病啊。生病，看医生吗？找医生看啦。他说医生看过啦。那么看过了就吃药嘛，他说药也有了，就是少了一个药引，
引导的引呢、啊，药引，这个药要由这个药引，少了这个药引呢、啊，这个药没有效。啊，然后舍利弗的前身六心菩萨就问说：“是什么药引啊？”这个青年就说：“他说那个医生说了，这个药啊，要有那个发菩提心的菩萨的眼睛呢、啊，来做药引。”要有一个菩萨的眼睛来啊，跟这个药同时煮，这个药给我的母亲吃下去才会有效。我哪里去找发菩提心的人呐、啊？哭了，大哭。舍利弗先生他心里想：我都行，我就是发菩提心的人，我就是菩萨，哎，我就是菩萨呀！你今天就是碰到菩萨，来，我的眼睛给你。真的吗？真的，哎，又把眼睛挖出一个来，挖出来，哎，来，眼睛给你。他一看，不对呀、啊，这怎么不对呀、啊？医生说要右眼呐、啊，你挖的是左眼呐、啊。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早说嘛，我就挖右眼给你，我还有一个左眼可以看。现在我把左眼挖掉了，哎。你现在又说不对了，要右眼了，这就难行能要能行啊！既然发心嘛，总要发到底啊！好，右眼也给你挖出来，两个眼睛都挖掉了，啊！右眼给他，他也没有高兴呐、啊，哪来用鼻子闻一闻？哎，菩萨的眼睛是很香的，你这个眼睛臭臭的，你这个不是菩萨的眼睛，他丢在地面上，用脚一踩，踩破了，啊！我这么发心把眼睛挖给你，你还嫌我的眼睛臭，而且把它用脚去踩掉，啊！这个时候难忍不能忍呐、啊，众生难度啊，众生难度，算了，我不愿意度众生，众生这么难度，啊，我怎么去度他呢？使得我两个眼睛都挖掉了，现在变成瞎子还不要紧，他还把我的眼睛用脚去踩掉，把他的菩提心整个踩掉，从此啊退下来，惩戒声闻呐、啊。经过围城接触那么久修行，他还是声闻人，为什么？菩提心退了。所以要有坚定的道心，碰到这种因缘会不会退呀、啊？我看十个退十一个，恐怕十个退十一个，啊，连那个没有发的都退掉。可见，菩萨道说是容易，做是难，很容易疲倦，一疲倦退失了，就难了。那么我们凡夫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啊？能不能挖眼睛啊？老师说我们还不能挖，你等到我不退转的时候再来，这个时候不能挖，为什么？我也是个凡夫啊，啊！如果你碰到这种因缘不能挖，不能挖怎么办？我也是个凡夫，我是刚学的，那么舍利弗是他到了第六信心位，实信的第六，我现在初信都还没在，那当然就没不能挖。所以我们现在发心随分随力做得到的范围啊，随分随力做得到的范围，随分随力做，一步一步来，等到真正到了不退转啊，最起码登地以上，那又怎么做都可以，那个就是挖十个眼睛都没关系啊。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挖，因为我们还是个凡夫，一步一步慢慢学习，我们应当这样做，道心才会坚定，不能被人一挖就完了，不能这样做，所以要不生疲倦，我们现在站在哪一个岗位，应当就把这个岗位站好，把这个事情该做的做好。例如，我现在是个出家人，我的本分是讲经，那我就要把我该做的工作站在我的岗位上做好。假如你这个时候叫我去挖眼睛，对不起，我这个时候还做不到。为什么？我要讲经，我如果没有眼睛，我要怎么讲啊？
我现在天天在看经讲经，眼睛能看，我深深感谢帮我治疗眼睛的那一位这个眼科医师文良燕先生。哦，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到他，假如不是他帮我把这个眼睛开刀治疗好，我哪里有今天呢？假如那个时候瞎掉了，不能看经了，你再想讲也没有用。就是因为开刀成功做得好，那么我一直用到今天啊。那么我是75年开刀的，现在90年了，已经用了15年啊。那么当时开刀的时候做好了，他说用50年没问题，给我用50年没问题啊。那么当时旁边有个人说，别说50年了，20年就很好了啊。假如真的20年，我只剩下5年了，赶快讲所以我们应当站在自己现在的岗位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还做不到的，我不是不肯做，心可以发，将来来做，现在还做不到所以应当要这样子一步一步慢慢，一步一脚印，就不会有问题。假如你贪图太高你也想要学大菩萨，头目垂脑通通都要布施，恐怕一次就到心，退掉所以慢慢来，不要疲倦。不要疲倦就是你每一生站在你的岗位上，好好把自己的岗位上该做的事情做好。还没有这个能力做的，慢慢来，我有这个心，将来做，现在还做不到做不到就是说一声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将来我会做。那么以这种的坚定心，不能让他生起疲倦那么由此啊，你有这个道心，有坚定的信心，想要行菩萨道，好，应当先明发觉初心，二决定义。那么你现在最重要的第一步的工作，先明了发觉初心。发觉初心就是始觉智，始觉智那个起心论的始觉，开始的始觉智刚刚发出来，这个始觉智刚发出来开始觉悟那么这个初发决心的这个时候，要先了解两种决定义。这个两种决定义下面经文自己有说明这是先标出这个二决定义的名称，然后再加以解释那么人之下第二，真是修圆通门，缘何为二决定义？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入法物之门，要入圆通之门，要从这个地方第一步开始万事起头难，现在要修也是刚刚开步最难，这个刚刚开步的这个第一步要走好。因此之故他这个科判特别多字说明清楚真是真问，是解释，真问解释修圆通的法门，怎么叫做两种决定的意义，怎么叫做两种决定的意义。这里要分两段，第一是双真，第二是别事。双真就是两种决定意义同时真问经文只有一句，缘何初心二意决定，怎么说初发菩提心的始觉智刚起的时候，这两种意义要先决定明白，这两种意义要先决定明白，在下文里面佛自己解释就这是先真问。双真就是两种意义同时真问然后分别一种一种解释，先说第一意义，然后再说第二意义。那么下面就是别事，个别解释这个两种决定义，这两种决定义就是两种，就是分二然后第一种，子字下第一，从神因地心定一全性起修，先要审定，重复审定。为什么叫做重复呢？因为前面已经把这个不生灭心说得很清楚了，现在因为要入门啊，
再重审一次，看看所发的心是不是够正确啊。所以要重复审定你因地所发的心，要完全正确。以这个因地所发的心啊，是不生灭心，然后全性起修，全依自己本有的自性升起啊，这个广大的修行的功用啊，那么然后啊，才能一步一步啊，慢慢往菩提路上迈进啊。那么这个第一义，我们有多少时间说多少啊？我呢，第一义者，你但欲若欲捡舍声闻，修菩萨圣，入佛之间，应当审观因地发心，以果地觉为同为异。这里的这个标点呢，因地发心以果地觉这八个字，另外用单音号把它标出来，用意在哪里呢？这是最重要，这个就是最重要。要注意这个因地发心跟果地的结果是不是相应啊？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我所说的两种意义要先决定审定。那么第一义是什么呢？下面就解释这个第一义。你等若欲捡舍声闻，啊，你指阿难等于其他声闻人啊，你如果有解心。”若是不定之词，假如你不发心，那没话讲了，不用说。你如果真的发心，要把这个声闻这个小乘法治疗把它舍掉，卷去舍离把这个声闻治疗的这种心啊，知发厌离心而不发菩提心，这个心要把它舍掉的话，来修菩萨圣入佛之见。声闻的小根性的心跟菩萨的大圣根性的心不同点在哪里呀？不同就是小圣知发厌离心，治疗汉呢，他求治疗知发厌离心啊，而菩萨发菩提心，自利利他啊，那么跟这个声闻就不一样，单发这个厌离心不行，必定要发无上菩提心。那么你要修学菩萨圣而入佛之见，该怎么做呢？我们留下次再见。